要开投票吗？不要，帮人家投不要开投票。不用多开啦。这抽自己的投票可以，抽别人的不要投票。抽别人不能失败，就是不要投票。好吧，艾克斯来吧。抽自己的失败没关系，抽别人不能失败。克斯就七十抽，之后要抽艾拉斯佐，感觉有点硬，因为他也没有圣魔晶了。这个已经是把资源全部花光了。你看，有形剑是零，圣魔剑七十，之后圣魔晶二五七。不要这么说，要体会一下 XD。这艾克斯的账号就根本都是把资源花光了嘛，看。金币也没剩，艾拉斯卓持七十张全下注，这好硬哦。这金币也没有，就是一个什么资源都没有的情况下，说要拼一个艾拉斯卓，感觉就是一个超硬的啊，是一个超硬的卡池。好了，拼拼看吧，有点硬啊。希望十抽二抽就出了。没办法，之前抽海伦娜吃掉三十张，赌徒开赌了 ，Tilda， 集气吧，来吧 ，Go！ 因为连一百保底都没有，这是感觉就是超硬的、啊，看十抽没出啊，感觉就是一个超难抽的感觉。你看，要有一百抽还可以拼一下保底，只有七十抽要拼就感觉就没有那么简单。这就是一个超硬的抽卡。好，二十。再提醒一下，刚没登录我就要登录哦。二十也是没有，听天由命。这种资源稀缺的抽卡，感觉就是个困难的。二十也就出个雾峰，不太妙了。三十，别说信心由命，要说尽人事以待天命。三十也没出，感觉招牌要掉的样子啊。这不是很好的一个预感。XD 小弟表达错误 ，QQ。四十 ，Go。四十。四十也是没有哎、欸，不转一下、欸，完全不转一下才是。还是这个艾玛尼，这连 SR 都超少哎、欸。这就感觉有点难抽啊。好啊，是否能进入到欧洲区的最后一抽啊？五十抽，
因为50通常没出都要80或90，所以50没出就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局面。但50还是没出，感觉有点糟糕。而且又没有圣魔晶，你后面角色你还要再挤三次抽出来，要拼保底的话，感觉现在要挤三次抽也不好挤，因为太后期了，前期三次抽还算简单，后期要挤个三十抽再出的第一位就要砸招牌了，这个就七十抽真是有点困难啊！完啊！哎呀！60抽还是不行啊，死都不转起来是怎么样？我血 SR 都超少了啊！最后十抽了，竟然是听天命了。感觉很久没有代抽了，一代抽就知道炸开一只，感觉是很糟糕啊。70，转起来吧！啊，失败！这个只有70抽的失败告终啊！这就变成前面已经，因为他前面30抽就出海伦娜了，没抽到，对，尴尬了。你看前面30抽就出海伦娜，没关系啦，是我自己资源不足。后面70抽还要再出艾拉斯走去，太硬了、啊，这有点太硬了。好，今天这次代抽就是一个失败。还有两个礼拜应该来得及凑30抽。